哋咧就嚟到 West Hollywood 依邊喎。咁咧喺依間嘢咧叫做 Bottega 唔知乜嘢。以前在 LA 開的，咁而家咧佢就改了地址，就嚟到 Hollywood 依度，就專門係食甜品嘅，但係亦可以食 brunch。而且它下面的包不是很硬身的。